说一下，好，谢谢。其实我没什么成果不过看到还是有空位，我就脸皮很厚的占一个时间，在想要给大家介绍，想要怎么跳坑。那因为我们的坑蛮大的，然后方方面面我都得说一下怎么先了解这个我们在做的是什么事情。首先，如果大家是一个作者或纯粹是读者，想要先了解那个战神共和国是什么回事，可以先到那个 Matters，我现在画面的 Matters 点 news 去注册一个账号因为我已经注册了嘛，我现在登录给大家看看。注册以后呢，他也会帮你开一个Like ID，就是我们共和国里面用的，算是身份证吧。那这里就跟传统的部落格表面上是差不多，可是它最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当你发表一篇文章以后，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是我发表过的文章，它会把你的文章存放到 IPFS，就是那个分布式的文章系统。那我同一篇文章就现在就分布到10个节点里面，然后有一个公用的作品的子文。这个对台湾的朋友来说可能不是很感觉到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需要这样干，可是因为我们很多资讯需要给墙内的人去看到，然后这个是用来给那个当政府把我们的那些内容审查完以后，我们还是有其他的节点能让更多的人去看到，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如果当你有了这个账号以后，你可以去下载我们的 App 手机的应用在那个 like.co/in/getapp 这里可以下载到，或者说直接到那个 Google Play 跟 App Store 搜寻 Likeland，你都能找到，就会下载。认住这个拍手的一个按钮，就会下载到那个应用，用刚才那个 Matters 的账号来登录进去，就会看到一些文章的列表等等，可以对其他人的文章拍手，就会帮他得到一些Litecoin。如果你是自己经营一个部落格 WordPress 的话，那更好，你就可以直接把那个插件加到你的部落格里面，你去。WordPress 的外挂的那个列表，那个搜寻 Litecoin，Likecoin，你就能找到我们现在有800多个网站已经安装。其中一个我们在找人帮忙的，就是我们很多文档可能中文那部分来不及翻译，或者说翻译的不是很好，这些都是希望大家能帮忙的。那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产品是秘密的发表出来，是应该说还没有发表，秘密的放到那个线上的是没有特别去发表的，就是一个 Chrome 的或者说Firefox 的插件，在 Chrome 的 Web Store 搜寻 Likeland 也能找到我们的插件，安装完以后你就有一个拍手的按键在你的那个Chrome 的地址旁边，你按那个拍手就会把这个文章 bookmark，然后就可以在刚才我介绍的那个手机端的 app 里面那个文章列表来看到，或者说反过来也一样可以。另外，无论你是任何用户，你可以到Big Dipper，好，可以到 Big Dipper。来看我们的那个开放政府的数据，如果是程序员的话，还能根据那些数据、开放数据来做各种的显示，比如说这个第一个那个治理提案有些什么内容等等，都能用一个更好的界面展现出来。那我们文档都在那个 docs.lite.co，可以看我们有什么产品跟有什么 API 等等。可以基于我们的链去做各种应用。如果你是写手的话，可以到那个 GitBook 来看帮忙我们一起去写文档。最后，
刚才我说那么多地址，当然是记不住的啊。最后再说一个，就是 GitHub 最重要的GitHub 搜寻 Litecoin。刚才那么多地址记不到的大家干脆到Slack 里面 Litecoin 频道 ，LIKECOIN 频道，找我们，谢谢。